大家好，我是鬼叔。洛阳，别称洛邑、洛京，位于河南省西部，横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，东临郑州市。洛阳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远在五六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，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。这里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，四千多年的城市史，1500多年的建都史。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洛阳建都，都城遗址众多。有道是，若问古今兴废，且看华夏神都。历史滚滚向前，洛阳极尽繁华落寞，故事仍在继续。在当地流传了许多的都市传说，从口口相传到杂志、互联网演变至今。今天的故事就和洛阳有关。坊间流传，洛阳某园是洛阳本地流传最广的一个闹鬼小诀。以往鬼叔呢就把这当作睡前的小故事，听听有助睡眠。这次不同，传闻说这里跟影视剧中的鬼楼一样恐怖，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想着以后有粉丝可以带鬼叔探探路。有人说这片区域建筑修得很是漂亮，因此在没建成之前就有人把房子定下来了。但后来听说了洛阳某园闹鬼事件之后，都吵着要退房。据说此地在很早之前是一片坟场，民间买房时候呢很是忌讳这些。故事到这儿还算正常。1994年前后，闹鬼事件开始流传，传闻其中一栋楼经常出现鬼火，忽明忽暗，非常诡异。这大半夜的还真吓到了不少的人，一些亲历者甚至听到了凄惨的哭声。而每当夜幕降临之后，浅睡的人还隐约能听到楼道里热闹非凡，有聊天的，有搬东西的，甚至有打架骂小孩的声音。但如果你推开房门，声音戛然而止，甚是诡异。也因为此，住在这里的一些人一度怀疑是自己精神出现了异常。当时那座楼是新建不久的，搬进去的住户只有一半左右，光怪陆离的故事总能远近闻名，很快就人尽皆知了。人们害怕的也许不是鬼怪，而是传说背后的动机。发生了这件事，楼里的住户吓得连夜搬走，只剩下了空楼一座。可说也奇怪，人是搬走了，但闹鬼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了，整个空楼安安静静的。于是有些人家实在是没房住，比鬼更可怕的是穷，于是乎有人家又悄悄地搬了回来。诡异的事情才刚刚开始。某天有一个老太太晚饭后遛弯回来，上了楼梯，看到有个披着长发的女人在自家门前站着。老太太纳闷，这姑娘不认识呀，便问那个背对着自己的女人找谁呀。问了两遍无人回应，老太太便一边叫屋里的老伴和儿子的名字，一边上前拉姑娘一把，想着把姑娘拉到一边自己进屋里去。但一眨眼这个女人就不见了，这怪事搞得老太太当场就吓晕了。老太太是小区群众捕获八卦的中坚力量，谁家离婚了，谁家家长里短都有第一手的资料，闹鬼也不例外。经过这次事件之后，洛阳某园闹鬼事件被更多人口口相传，描述的恍如就在现场。原先居住的人呢又担心害怕，只好二度搬了出去。而当时小区正在进行改造，由于担心传言影响不好，耽误改造和居民的回迁，于是刊登了文章辟谣。结果不说还好，刊登后人潮汹涌，都是前来参观鬼楼的。据现在仍住在小区里的一位老大爷说，当年的热闹程度和网上围观明星结婚一样热闹，简直是知识海洋里的一匹马，马的智障。被热心民众参观后的鬼楼，此后闹鬼传闻就很少发生了。但在网络上仍有很多人声称自己目击过白衣女鬼在小区内飘荡，或看见了诡异的鬼火，听到瘆人的叫声，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声音的来源。如果说这则都市传说也许是楼盘买卖双方背后的博弈，那么接下来这个传说就更恐怖了。传闻洛阳舟山森林公园白天有很多人在这里游玩，但一到晚上来这儿的本地人就少了。据说晚上这里经常传出奇怪的声音，外墙与若隐若现飘动的窗帘看上去非常的诡异。有网友说，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听老一辈的人说洛阳舟山森林公园闹鬼，
前几天路过，朋友又在说钟楼上面有个女鬼，以前好多爬上去的人都见过，所以后面钟楼里面最上面那层封了。还有人说舟山森林公园里面那个院子里也有鬼，晚上经常传出可怕的叫喊声，因此很多人来此探险，想一看究竟这里到底有没有鬼。外界传言的晚上发出的怪叫声，一些探险的人表示，除了一些动物的叫声之外，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，所谓的怪叫声可能是一些人想象的。而洛阳某阳酒店曾经是个非常热闹的地方，如今却无人问津。据说自从酒店灵异事件发生之后，官方就封锁了五楼，后来每天晚上四楼都会听到五楼有哭泣声，不得已官方又把四楼给封锁了。网上有人发帖称，每次想到或者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心里就会觉得害怕，也是异常的倾斜。那天心情不好，去市里和几个朋友吃饭，吃完饭很晚了，鬼使神差的就想一个人静静，然后就没有去朋友家，而是去了某阳酒店。楼主特意和服务员说要一间安静一点的房间，之后服务员把他带到了四楼拐角处的一间房，和走廊的房间不在一条线上，就是拐角处独立的房间。从木门进去，一个一米大的小屋，里面又进了一个屋，是一个房间。因为确实很静，楼主决定不麻烦了，就这儿了。待楼主睡着的时候，慢慢的被一种声音给叫醒，迷迷糊糊的听了那声音很久，最后醒来发现是敲门声，也不知道敲了多久，是一个节奏下来的，没有快慢。楼主顿时清醒了，当时只感觉后背发凉，这大半夜的，看了下时间，凌晨两点多。楼主壮着胆子轻轻地下了床，走到门那儿，趴在门上听，还在敲。楼主慢慢地朝门眼看去，当时走廊灯是开着的，很暗，门外什么都没有。楼主吓得回到床上，灯开了一夜，天一亮就走了。以上这三则都市传说当作睡前小故事就好。还是那句老话，都市传说的作用更多的是让人类保持好奇，心存敬畏。本期结束，我是鬼叔，点赞收藏和评论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下期不见不散。